第十一题，有关于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的主要成分分别为下列何种化合物？这个是上课的时候老师要各位背的。我们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，然后含有少部分的乙烷；液化石油气的主要成分是丙烷，还有少部分的丁烷。所以呢，第十一题问我们说，有关于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的主要成分分别为下列何种化合物？我们答案要选的是猪、甲烷跟丙烷。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，液化石油气的主要成分是丙烷。